这球打在投手前，投手拦下来 ，comebacker 再抛 underhand 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我不过这边要挑战哦。哇，这个球一来一往差很多。李俊勋第一个时间如果接到球没有掉出来的话，转身传二垒，或许有机会抓到一个双杀。但这个 underhand 抛过去之后，真的抛得过高，然后看到董子恩，他必须要甚至有点稍微跳起来。你看他的脚尖那边，刚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，脚尖好像在陈诚威要踩下垒包那一刹那，他已经先离地了。这边，哦，应该是先离开垒包了。这整个过程要看得清楚一点哦。对，所以技术室现在已经有结果了。哦，改判了，改判了哦。陈诚威上垒。